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，我们的挑战继续，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抢先一百秒。谁对秋当歌，有泪流成河，多少悲欢离合，世间轮回的因果。谁对秋当歌，有泪流成河，此生奈何桥上，别再错过。掌声欢迎嗷嗷，嗷嗷和嗷嗷，发音没发好，嗷嗷，不是嗷嗷，嗷嗷，嗷嗷啥呢？嗷嗷叫，这是艺名对吧？艺名，但是我姓敖，叫敖成勇。哦，成勇，敖成了勇，哦，敖成了勇。他叫嗷嗷好记的，对。不是你朋友都叫你嗷嗷吗？对。因为平时我也是喜欢玩音乐，用这样一个名字大家好称呼啊，也好记一些。对对。但是这个开场的一百秒的亮相表演，嗷嗷的声音有没有打动各位？来，三二一，请投票。90分，恭喜你加上5分。谢谢。但是咱们在座的各位评委老师们，我们的黄金观众们，有点太苛刻了吧？霹雳老兵大哥，这还扣一分，扣在哪儿了呢？我听一听。我记得我拍了，忘记按了。确实不错，啊，他连一吹特别，穿这身衣服一搭配，确实挺好的。谢谢。不错。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，你看有几个，都是扣了一分的。我能实话实说吗？这一分扣在哪儿？画蛇添足就是这个竹笛，而且导演说了，他特别偏执，他一定要唱歌的时候拿着这个竹笛。对，这个竹笛一定不是加分，他自己心里清楚，一定是减分的项，但他还要拿。对，因为他说拿着他的时候他更自信，另外他说他拿着竹笛表演的时候，他自认为自己是跨界歌手，混搭歌手。你有多少种混法呢？我会唱民歌。对呀，大姐眼睛都亮了，会唱民歌。要不要来一句？来一句。呼伦贝尔大草原，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。谢谢，一下推开了我们大姐少女的心扉。但是你这样呢，也会有一些风险。你是讨好了这三位黄金观众，其他17位是爱听其他风格的，他们是有喜欢流行的，有喜欢美声的，可以，都来。这样能不能用一首歌把我们现场不同喜好的观众的爱好都照顾到呢？我想您再挑一首歌。你既然让我给你选首歌，那我就这样，我给你定一下主题，武侠风。哦，这黄沾先生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大哥，我能不能换个竹笛？换个笛子是吗？是吧？对，中国的笛子它是一个笛子一个调。好，把 F 调的拿上来。高手。随浪披
有点突然，还真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啊。这里面来，山河老师他刚才运用了多少种唱法？他有戏曲腔啊，对，然后有民歌、美声、美声，还有最后的那个有点搞怪的，其实是流行的。然后还有欧美那个，就是那个，我那个是欧美的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很厉害，而且说有时候一个人可以熟练的运用不同的唱法本身就很难，而且在一首歌瞬间转换这个就更难了，但它也不代表今天你能够挑战成功。对呀，这算是一个才艺表演，对不对？对，登台之前给你一点拉票的时间，请准备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他也很喜欢音乐，要知道就是一个农村家庭，如果能够供得起一个孩子读音乐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，所以呢我哥就毅然放弃了他的学音乐的机会，所以我在学音乐的道路上我都会把这个竹笛带着，就像带着我哥哥的梦想一样吧。带着哥哥的竹笛等于把哥哥的梦想也带在身边。对对对，等于你一个人登台带着兄弟俩共同的梦想来挑战黄金舞台。没错，很好，相信这番话哥哥在电视机前也会听到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，请登上黄金舞台。黄金一百秒精彩花絮全面上线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的央视频号，精彩花絮敬请期待。黄金舞台，金河人生，一百秒倒计时开始。嗷嗷的演唱，来，有请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为嗷嗷投票。投票结束，一起来看一下弹幕。专业果然不一样，唱得好听，但是这个笛子演奏欠缺一点。古风美少年，嗓音优美，很有才华的嗷嗷唱出了另外一种感觉，天路哇哦！好，嗷嗷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？我们来看结果。好，黄金大幕，请升起。请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，宝箱开启。挑战成功。